我说如果要娶的话，他真的娶不了，因为我们家里没钱。你猜我们这边彩礼钱多少钱吗？多少？一般的话多少？40万？4万？啊，4万？4万？啊？4000？哦，啊？4000的100倍？啊不，4000多少倍啊？40万多左右。哇，我们这边40万真的很，就是彩礼钱太高了。但相比一般正常的来说，啊是啊，确实偏高一点点。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就不会要求女方有车，就直接。哦，那。那其实也差不多了，不过怎么说呢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习俗一点都真的不好。其实现在就是怎么说呢，很多地方他的一些习俗那些都变成了就是彩礼多少，然后他给女方，然后女方到时候又给他们那个新的家庭陪嫁吗？对，就又拿出来陪嫁。对，很多都是这样。我很多朋友就结婚，他们都是就男方给女方彩礼，然后女方就把那个彩礼又给他们两个家庭，然后他们去组建新的家庭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我们这边彩礼钱40万高不高呀？高不高？高的话打个高。我就是跟你们说一下，我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这边的就是就是习俗吧。你们觉得高不高？高的话打个高。确实我们这边就是之前的话呢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。哇，大家都在说高。其实之前的话都是没有那么高，然后呢等到现在的话呢一年比一年高。之前我不是跟你们我这个能不能在网上说呀？算了，比较敏感，咱还不说了吧。但大家就当就唠个嗑。这个好像不能说哎。对，比较敏感，万一就是不能说的呢，万一我被关进，有人养我，有人就是有地方住的那些去了呢？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觉得会去宣传怎么样？这个没事，那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了嘛，好不好？这个好像不能说呀，哥姐说。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了，我们刚刚就当就是唠个嗑，摆摆就闲的那个聊天啊。换一个话题再聊。好了，那就不要说这个事情，那就不要说这个事情。然后你今天，不走了吗？等会儿走，等会儿就走了。啊、哦。对，今天回去还得喝一杯林子豹的粉呢。多喝一点吗？好。然后开车回去，差不多天黑了。不走了呀！不走了呀！哈哈哈。那不走了，那我住哪里啊？你刚刚不是说要走，现在又不走了？不是，你看，就哥姐说他们在说不走了，不是我说。哦，你真的是一个惹哥。哎，什么不走了？怎么可能会不走啊？不走的话，不能这样说哈。不走的话，我明天就完蛋了。不走，不走，我自己。走，我这边的话只有一间房间，我。怎么可能会不走啊？你哥姐刷一杯，你们是在开玩笑对不对？然后对，现在的话呢，一天也要黑了。然后我可不是那样的人啊！等会儿就得走了，因为现在天已经开始慢慢暗下来了。我开然后回车开去，你到开车还要开一个多小时，将近两个小时。你去成都的话还要还很远左右是吧？两个小时，三个小时吗？不到三个小时。住紫英家呀？才不要呢！你们在这个不行。你们倒是会说，哥姐是刷一。不行的，得回去。哎呀，对他要走，因为他明天还要上班嘛。然后如果说你没有时间的话，就不要过来了。不走是因为明天还要上班吗？就算明天不上班也要走啊。你反应过来了吗？我知道。得走得走，开个玩笑呢，怎么可能不回去呢？以后的话就是。没事的话就不用过来了。就是你忙呀。那如果忙着呢，那肯定过来不了，就过来无法过来吧。啊、那肯定空闲的才要过来呀。我还没有结婚哦，我还没有结婚，但是我明天准备去相亲。啊？相亲不能去、啊？为什么？不行。你说不行就不行吗？我非得要。那我明天一早就过来，我阻止你相亲，抢亲。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我明天就要去相亲了，你们支不支持我？支持的话呢，们我们扣1好不好？明天我带你们去相亲。支持子英去相亲的扣1，然后支持子英不相亲的就听我的扣2。对，我们支持，对，打不支持吧，好不好？支持，不支持，2扣2，快点。对，我明天要相亲哈。不支持，看没有？大家都在扣2，大家都不支持，你怎么能相亲呢？怎么能去相亲呢？你看大家都在说2。
这个姐姐叔叔阿姨们呐、啊，你真的，我在就是逗张浩呢，我还就是想让你们多配合我一下，真的。你在逗我呀？哎，吓我一跳，我就说，怎么能去相亲呢？我还想让你们去，就是给我打配合，然后呢，全民扣一的话呢，故意吓一下他。你看，各姐叔叔阿姨都是，结果都是站在我这边的，怎么可能吓我呢？我非常感谢各姐叔叔阿姨，子宁还想吓我，真的吓我一跳，真的，我心里一下就慌起来了，子宁怎么能去相亲呢？我跟你们开玩笑的哈，各位帅们，没有我不去相亲，怎么可能会去相亲呀？对不对？我不去相亲哈，就是不能去相亲。我不会盲目的去相亲的，这种玩笑也不能开，啊、我不爱听。你不爱听啊？我不爱听这种玩笑，我不爱听。你配合我了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直播间好多叔叔阿姨们的话呢，一直都是没有配合我，就是跟。哥哥姐叔叔阿姨太实在了，他们不忍心就欺骗我，配合你欺骗我。几岁啊？你们猜我猜猜我多大了吗？你们猜猜我多大了？十八岁。我属马的。十八岁，女孩子问女孩子就是十八岁。嗯，你在我心中永远十八。我属马的，你们说是多少岁了吗？嗯，属马的，今年是龙年。我配合子怡，谢谢我们莫莲阿姨。34岁啊！啊，不，你觉得我34岁了？13岁是不是？13岁那也不行啊！啊？啊？我说13岁那也不行啊！属马的，虚岁的话呢，就是属马的虚岁的话就是22岁了吧？23岁还是22岁？虽然说我长那么大，我从来没有过过一个生日。我没有过过一个生日 啊！那今年我给你过好不好？嗯，子怡啊，那今年我给你过生日好不好？你们说好不好？各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说好不好呀？张浩他说他今年要陪我过一个生日。你也属马的，是不是？阿姨，你姐姐你也属马的，你比我大一轮啊！哦，好不好？哇，直播间各位帅爷们都说好哎，好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然后今年我们就一起陪子怡过生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，觉得好的打个好字，我们好字扣起来。谢谢我们这个三观送的那个草莓蛋糕哈，我们不要送礼物哈，我们不要送礼物。你们有时间的话，就是在直播间陪子怡聊下天，聊一下天，我都已经就是很高兴很高兴了，各位帅爷们。大家不用送礼物的啊，嗯，到时候今年呢我们就决定了，然后我们一起陪子怡过生日，给子怡过一个开开心心的生日，好不好？好呀，那大家都好热情，都说好，给你过一个最难忘的生日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你看大家都在说好。非常感谢大家，那我们就约定好了，各姐叔叔阿姨，那我们就约定好了。我的生日呀、啊，子怡的生日是不是？我的生日的话呢，还很远很远，就是还很久很久，那个时候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。什么猴年马月？我的生日是11月份，现在才多少月嘛？一年就365天，那十一月也快了。现在是3月份对吧？嗯。3月份，我的生日是11月份，十一月，不是18号。子怡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啊？就是生日可以提前，不能推后。提前可以提前吗？嗯，生日可以提前，不能推后。那我们就提前到明天吧。啊，你对我的生日，我谢谢我们茉莉阿姨哈。对，去年的话呢，嗯，阿姨还给我送了就是生日礼物。哦，茉莉阿姨，我记得。嗯，11月20号，对，11月20号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哈，各位帅们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刚刚进来的姐姐们哈。对，没有，我就是没有，还没有给子怡加粉丝团的哥姐叔叔阿姨们的话，能不能给子怡加个粉丝团呢？就是要你们1毛钱的。就是币好不好？给子怡加个粉丝团行吗？子怡、啊，你看右下角那个点赞都20万了，哇，真的是我的天啊，谢谢大家太厉害了吧！非常感谢大家辛苦了，对，辛苦了哈，太谢谢大家了。直播预约到11月20号是不是？哇、哦，那个哇，有好多人都在加我们的粉丝团哎，嗯，真的好多，太感谢大家了吧？真的太谢谢大家、啊，太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对子怡的喜欢和支持。就是有好多人都在。加粉丝团了，嗯，真的好多哥姐叔叔阿姨都很支持你，哎，他们今天还夸你很漂亮，看到没有？
觉得直播间很漂亮。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后面这个油菜花衬托出了？错，不对啊，是你衬托出了油菜花，让油菜花都变得好看了，不是油菜花衬托了你。对啊，詹们觉得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紫英衬托了油菜花，不是油菜花衬托了紫英？紫英紫翅东来。对，谢谢我们哥哥也叔叔阿姨们加了粉丝团的哥哥也叔叔阿姨们哈，很感谢你们的支持。然后呢，加了粉丝团的哥哥也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哈。好的，谢谢你们加的粉丝团哈。现在的话呢，因为我们这个号的话是今天第一天开播，之前都没有开过播的。咦，小姐都在为我高兴是不是？这个鸟是不是喜鹊吧？喳喳喳在叫，不是喜鹊。我给你们看看我们周边的，就是哦环境哈。收回去吧。嗯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周边的环境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哈，我们这边的，就是这边的话呢，全是油麦，看到没有？不，什么油麦哦，油菜花。然后这个是他们房东，就是房东家里面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多肉吧，是吧？这个是不是多肉呀，哥姐帅姨们？是多肉吧？是多肉吧？嗯，网络不卡的。行啊。那个刚刚就是公司打电话，我得差不多得回去了。什么？你现在就要回去吗？嗯，现在天色也差不多了，然后正好公司还有点事情，然后我现在回趟公司。哥姐叔叔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张浩他要走了哟。那我们就是 ，Hello， 哥姐叔叔阿姨，今天天色也晚了，等会儿就天黑了，然后还得回趟公司。刚刚他们打电话让我回去呢。嗯，这样子吧，我送一下你吧。我送一下你到那边吧，是不用太客气了，子英啊，太客气了，嗯，就在家里面吧。哥也叔叔阿姨们，张浩他说他要回去了，这样子嘛，我们打包就是送一下张浩，我们打包拜拜，然后呢，我送一下张浩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吗 ？Hello， 来打包拜拜，我们就下播，然后呢，明天如果说明天后天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，我再给你们开播，然后跟你们聊聊天，好不好？真的每次跟你们聊天的话呢，我都觉得哇，今天心里面的话呢就舒坦很多很多了。我觉得今天下午过得很充实，很开心。对，然后时间很快很快，就有那种一直有人在聊天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很开心。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拜拜好不好？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那我们就下播了哈，哥姐叔阿姨们，拜拜。然后呢，拜拜，你们没有吃饭的话，就抓紧去吃饭哈。好的，抓紧吃饭啊，拜拜。播呀，子英不会下播了啊，拜拜。